一空一七西来太平马召进大会乡的活动，今日进入第七天。太平马乱叫，在顶头队伍的扶持之下，沿途信众准备着香案贡品放炮欢迎。下晡召进队伍来到斗六市，市内一座间悠宫悠庙出动新桥甲顶头队伍，在斗六棒球场集合接驾，祈求太平马保庇大家平安。为了迎接西来太平马乱叫甲召进队伍。今仔日下晡两点半，到达新兴宫、寿天宫、城隍庙、高溪慈莲宫等悠宫悠庙，声势盛大来到斗六三路集合。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咱每年来到斗六，拢受到斗六这悠宫，啊，大家热烈来甲咱欢迎。啊，今年拄好咱新兴宫偌注意。啊！特别甲咱提供这個意见，大家联络接洽。你来啊，是为着环保问题，啊，搁来用规个整个环境，啊，大家人明年啊乱糟糟。大约三点左右，西丽太平马乱叫甲绕境队伍，为到达一路进入接驾的会场，并且将太平马乱叫护送到舞台面顶，包括李伟章、李生、关议员江文鼎、李建祥。市东乡长廖秋阳等人拢来接驾。哦，咱岛人吼，联合吼要来接到咱西丽太平马联合接驾吼。这个方案就是讲安尼吼，会使交通吼，再顺序吼，啊嘛会使更加流利。每一间宫庙吼，总会使接到太平马。哦，啊欢迎大家吼来拜拜。今年西丽太平马绕境到达市区，为着要避免绕境放炮扰民，维护市区的交通。由到达新兴宫联合大到达地区的悠宫悠庙，搭设舞台香案联合来接驾。今年咱开机到了嘛，新兴宫来担任着咱承办单位，啊来督导着咱所有吼，来邀请悠宫来欢迎咱太平马。啊，咱今年咧为着配合咱到了市公所吼，啊咱嘛是来强调着咱垃圾不落地。啊，庙会到的地方，我们是祈福而不是扰民。啊，用欢喜的心来欢迎着咱的西丽妈祖太平马莅临咱到了吉安祠后。最后，在西丽复兴宫董事长杨文正的带领下，参加接驾人员甲顶头队伍点香祈求太平马绕境祈福，庇佑大家平安。完成接驾仪式了后，安排来宾点香三声起尾炮，西丽太平马乱叫甲顶头队伍出发前往斗六市区来进行绕境的活动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